2014年11月23日落成开幕，由日本建筑大师伊东丰雄设计的台中歌剧院，坐落在住宅环绕的区域，因为施工难度高，被誉为全球最难盖建筑和世界9大建筑奇迹。到底其中蕴藏了哪些创新建筑工法，让我们一一来解构。一般呢，走进歌剧院的大门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比较严肃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走进台中歌剧院的感觉会是一个完全没有室内跟室外落差的一个空间。这也是建筑师的设计巧思之一，他们呢希望可以将户外的一切延伸到室内，像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草坪，它延伸进来的是曲墙的设计，或者是溪流，它视觉上是从外面流到室内的。那这个呢也是可以让一般民众走进歌剧院的大门并不会有那种压迫啊或者是紧张的感觉。伊东丰雄是很重视气氛的建筑师，希望大家进入建筑本身就是一场歌剧，于是从大门入口到剧院座位的行进空间都充满了空间序列的光影与场景变化，引领大家进入感官的歌剧旅程。为了引进自然的光影与风景，它大量采用玻璃帷幕，模糊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水池的设计则营造出流动的视觉，顶楼的空中花园更宣告重返自然的渴望。歌剧院是一个非典型的剧场空间，你一进来你真的就进来了，你到国外很多的剧场你一进去你是进不去的，它进去就是票口，好，那你就是卖票，它没有演出它不开放。我们希望把各种可能的空间打开，让观众能够去感受跟体验。台中是台湾的前3大城市之一，一直以来扮演着地区交通中枢的角色。坐落于台中西屯重划区的歌剧院，紧邻着豪宅、百货和行政中心，是近年台湾最繁华的区域之一。在1992年，曾试图规划台中音乐艺术中心，但遭遇经费问题而宣告流产，直到2001年才拍板定案，新建这座以戏剧表演为主的场馆。自2009年破土动工后，历经5年才正式完成这座新建难度极高的表演艺术中心。台北南下或者是南部北上，好，北往南来，它都只要不到1个小时就可以到，所以我们吸引很多非台中地区的观众。那也因为这样，我们节目的特质、规划的特质跟台北、高雄不一样，就更能包容不一样地区的观众。那歌剧周遭，你看，它是一个台中市都市更新以后的一个中心。歌剧院本身的这个定位，以地理位置来说，它是一个精致生活或者生活风格的一个中心。所以歌剧院要经营的就是要给大家一个非典型的剧场的感受。那在未来，我就是慢慢要把剧场的这个门槛全部打开，让观众可以凭着手机从1楼走到6楼的空中花园是畅通无阻的。台中歌剧院昵称美声涵洞，立面外观是由混凝土曲墙与玻璃帷幕的方格子互相嵌合的奇观，内部则由连续弧面墙、镶嵌楼板、镶嵌内外墙与核心墙，以特殊工法呈现出无与伦比的前卫建筑。内部空间采用曲面墙的设计，整体结构由58个曲墙单位及1372片元素组成，创造出没有梁柱支撑，如洞窟般又宛如细胞壁，接近无直角的空间，让每一转弯处都有不同的惊喜。一般传统建筑物它是以柱、梁、板墙所构成，而歌剧院比较特别，它是由曲墙、相砍式楼板、核心墙及外墙所组成。曲墙它是由钢筋混凝土造，它的墙厚是40至80公分。它是由58面曲墙构成的29个洞窟，然后彼此连接交叠叠加而成的。
一楼它完全是没有隔间设计的，所以呢，从视野上会觉得非常的宽阔。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这边有非常多的曲墙。那曲墙呢，除了美观之余，它其实在声音传播上会有非常大的效用，所以呢，它在歌剧院也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一个利用。要造出这样曲形的墙面，施工上要采用高压力的设施填压混凝土。由于整体结构为连续曲墙，一般组模板的成本过高，为了兼顾轻量化与施工性，特别使用免拆模的钢丝网，事先把它弯折成型，加以架设固定，再来进行混凝土灌浆。施工方式是在建筑物两侧架钢构台，免拆模钢丝网固定在下面，然后由上往下浇制混凝土。因为采用的是相当独特的创新工法，还获得台湾混凝土学会颁发的2016混凝土工程优良奖特优奖。一般的防火区的话，它是以铁卷门，但是曲墙因为它不是像传统建筑，它是有直角的，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设计了消防洒水幕。这个是一个在墙体里面预埋一整排的喷水头，当消防警报发生时，它会同时间喷出一道水，形成一个自然的水幕，有效的阻绝火与热，可确保人员的生命的安全。歌剧院有三厅，大剧院2004个座位，中剧院800个座位，小剧院200个座位。其中中大剧院有乐池，无论歌剧、音乐剧、戏曲，各种音乐剧场形式都有发展空间。所有的演出形式，你必须要找到一个跟观众能够沟通互动最好的场域。歌剧院它有三个剧场，大剧院、中剧院跟小剧院。它的大剧院跟中剧院都有乐池，有乐池代表的就是这两个剧场可以做音乐剧场。音乐剧场有很多，歌剧、音乐剧，还有跨界戏曲，通通都是音乐剧场的范畴。好，在国外的音乐剧用的都是1000人左右大小的厅。好，那在歌剧院我们有2000席的大剧院，有大概800席的中剧院。要把音乐剧放在大厅还是大剧院还是中剧院，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它的演出形式跟观众互动的那个 intimacy， 那个亲密性，什么样是最好的。歌剧都会是在大剧院，或者是戏剧可以在大剧院，可是更多的国外戏剧他们要原音重现的演出，我们就会放在中剧院。表演厅内的声学设计也不马虎，聘请日本表演厅的第一把交椅永田先生的团队，搭配原有的曲墙，配有铝脊型浪板，让音量可以在空间内多角度反射，并在新建时期派驻多名工程人员长期往返台湾，协助剧场音响的模拟与测试。歌剧院开馆首演，也特地到场聆听，进行最后的验收，并确认符合歌剧的音响标准。日方的建筑师有请专门的音响的建筑声学公司来做一些规划，所以在观众席的曲墙的部分，有针对音响的效果做了一些音响反射板的设计，以及在曲墙上有安装一些高密度的泡棉，可以改变我们声音的残响，让它的声音传递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除了作为表演艺术空间，歌剧院也兼顾一般民众的休闲活动。除了规划散步的空间，在美学上，一个个白色火山口造型更是曲墙的延伸。若有机会从高空俯瞰，你会惊讶地发现楼顶的景致与歌剧院的腹地串联成一线。这是建筑师伊东丰雄的巧思，更传递着日式美感的细节。大家到歌剧院，我觉得一定要到这边走走，感受这个蜿蜒小路。因为呢，如果你有机会秒看歌剧院的话，会发现现在走这个蜿蜒小路呢，其实就是设计师的巧思，它就是延续外面的道路，包括这个整个曲墙呢，也是从楼下的曲墙延伸到上面。像包括呢，我旁边现在这个火山口，它也是延续下面的一个曲墙设计。
还有大家一定不会发现，其实这边呢是部分的出风口。那出风口的这些机器呢，他们用比较美观的方式，然后一样延续取墙，然后把它包围起来，就做到最大的美观。那现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网美非常喜欢来拍照打卡的地方，所以这边也是一个拍照打卡圣地。